蜡膜惨败菊花，男友狱中转性，对狱友插菊。跟我过来，穿过去。跟我过来啊！再打给你吧，好吧。他跟谁在开会啊？哦，好可怜哦，他的未婚夫居然劈腿哎！拜托，哪有在罗瓦纳摩马达利那惨呢？什么意思啊？他也被劈腿吗？何止劈腿，他男朋友劈腿的对象还是个男人呢。什么？就他36岁的男友齐里拉，2年前因为假冒警察去抢黄金，结果被逮捕，判刑得坐3年牢。马达利娜当时还说，为了你我很守贞直到你出狱。谁知道她男朋友在监狱耐不住寂寞竟然上演。菊花灿烂地上你的笑容。天哪，这也太……所以她男友是同性恋吗？哎，马达利娜本来也不信，跑去问她男朋友，结果她竟然说，不然你要我怎度过这3年？有这么饥渴吗？那现在马达丽娜怎么办？现在哦，可开心的嘞，正和一名美容院老板交往嘞。动新闻，这叫辣模，请和以堪娜报道。